欢迎来到今天的摇钱树，我是主持人伟瑜。其实刚刚呢，在节目一开始，大家觉得，哎，怎么突然出现了一段这么优雅，看似在宴会场合的舞蹈？其实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你，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舞蹈，就是阿根廷 Tango 哦，逐渐来到台湾，这样子呢，逐渐的在推广当中哦，还有整个推广教学呀、啊，到整个这个全面的一个阿根廷 Tango 的一个艺文哦，到底又是如何建构成的呢？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们就邀请到两位。魏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这其中的心路历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欢迎的是台北 Tango 的这个刘新月老师，欢迎刘老师，欢迎您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第二位呢，我们要来欢迎的就是他的 partner 了，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台北 Tango 工作坊的周思琪周老师，欢迎你，周老师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我刚刚看到这段舞蹈，就觉得哇，两位老师的舞姿好曼妙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先问哦，当时是两位。会怎么跟这样子的阿根廷 Tango 来去结缘，甚至接触，然后喜欢它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？我们接触 Tango 大概是在13年前的事情。那时候其实国内没有什么人跳阿根廷的 Tango。我们是在一个饭店看了一个 Tango 的表演之后才喜欢上它。可是两位老师本身就是应该有一定的舞蹈底子，对不对？刘老师跳了几年的舞龄？我跳舞从大学时代开始，所以那是1978年的事情，民国78年的事情，所以到现在有大概20几年。可是，一开始在接触 Tango 之前是跳什么样的舞蹈？我跳各国的舞蹈。那周老师呢？我也是在接触 Tango 之前，我是在学校的土风舞社团。那土风舞社团其实学的就是各国的民族舞蹈，所以对于世界各地的一些民族舞蹈都有一些涉猎，但是后来接触到阿根廷。Tango 两位就觉得说哇，真的是舞姿太曼妙了，而且我觉得其实其中哦，虽然说看起来有点缓和悠扬音乐，但是刚刚也有激情的部分在其中哦，甚至也可以展露那些身体曲线啊、性感的部分哦。在台湾那个时候，对阿根廷 Tango 这样子的一个印象还停留在什么阶段呢？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们其实比较熟悉的是国际标准舞的 Tango， 那当时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以前没有看过阿根廷 Tango， 也都觉得就是国际标准舞的 Tango 啊，所以在看到那样子的表演，其实是被震撼的，因为它又是现场演奏，然后又是阿根廷的舞者的演出，所以会觉得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，它的表情、情感跟热情的程度是很不同的。所以我以前看到那个舞者这样噔噔噔噔，然后转头，那一种是什么 Tango？ 那个就是英式 Tango， 也就是国际标准舞的 Tango。所以它是其实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是比较硬的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在节奏感也好，或者是在舞步上面也好，所以阿根廷 Tango 它最大的特色是在哪一部分？Tango 最大的特色是即兴的舞蹈，就是它的舞蹈就是像一个故事一样，然后你故事会有情节的发展嘛，所以在你一首舞里面，你就会去发展那个舞，就像发展一个情节一样。那即兴的意思就是说，就算是同一首歌，在不同的气氛跟心情底下，跟不同的人跳，都会有不同即兴的结果。那是它最大的特色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，其实在观众看到的是这个正式演出嘛。但其实我们在录影之前，我也在旁边偷偷看两位老师，就是蕊那个舞蹈的过程啊。刘老师，我发现你第一次跟第二次跳不一样的舞步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每一次跳舞都是即兴的，除非是一个正式的舞台，或者是表演的时候，我们会用编舞的方式来跳这个舞。但事实上，很多我们在舞会里面，或是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即兴的方式来跳，这是 Tango 最大的一个特色。